着直觉，梦想的曙光就在不远的天边。挥别昨天，逆着风去飞，要勇敢跟未来冒险。睁开眼就看见阳光正亮的耀眼，用梦想去加倍，听音乐多么强烈，让心跳对不起啦，昨天呢，我妈妈是因为看到我哭，所以她讲话比较冲。如果你今天想来是要骂我的话，我家大伦不见了，这都是你们家惹的祸，你要负责，你要负责。刘叔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你别急，你别急。哎，不要你扶。刘叔，走慢一点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那些人早安，那我们想要报案。哎，不是我要报案呢、啊，我儿子失踪了，请你们赶快把他给找回来。老先生，你先别紧张，让我问清楚，你儿子几岁？他失踪多久了？我儿子38岁，什么时候失踪的我不知道。那你最后一次见到他是什么时候？嗯，应该是昨天晚上。他昨天吃完晚饭，我要上床睡觉的时候，还看他上厕所。就等着今天早晨，我怕他夜晚呢、啊、一棉被，所以我就到他房间里去看看，结果人就不见了。这样不算失踪吧？警察先生，对不起，是这样的，那刘老先生他那个儿子不常出门，所以刘老先生才会急成这个样子。一个快40岁的男人不常出门，他是领有身心障碍手册吗？什么身心障碍？我儿子好得很。你问我这些无聊的话干什么？我报了案，你们就赶快把他找回就对了。老先生，不是我要问无聊问题。依据正常的报案程序，失踪要达24小时以上，我们派出所才能受理。你不懂啊，他根本就不知道外面是什么世界，他这样出去很危险的。我是不知道你儿子之前为什么那么少出门。可是我觉得他现在愿意出去看看这个世界，表示他愿意过正常的生活，你应该觉得高兴啊。现在怎么办？怎么办呢、啊？哎呀，不要叨叨念念的，行不行啊？对啊，这样等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啦。哎哎哎，这祸都是你惹出来的，你有什么好办法？我是说哦。不知道大伦哦有没有比较要好的同学或者是朋友啦？像我们家哦珍妮啊，她如果晚一点回来的话哦，我都会打电话给她哦，比较要好的同学啊或者是朋友啦。不知道大伦有没有这些同学或者是朋友可以打个电话问一下，说不定他们有联络。什么？你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们家大伦失踪了？啊？是啊，刘贝贝。哎，对对。那电话簿呢？哦，电话簿，对对对，现在找电话簿就对了，看他有没有比较要好的同学或者是朋友，也许大伦真的有跟他们联络。对，电话簿，电话簿，这个是什么？毕业纪念册。刘贝贝，这是大伦哦，哦，他以前好帅哦。是啊，亲戚朋友都说他帅。真的、哦嗯，那张是他得奖的照片。这张哦，嗯，写文章得的奖哦，不是，是大专杯跳高奖状。跳高，哇，大伦真的很厉害耶，他这样子可以出国比赛了。不行，后来他扭伤了腿，他爸就不让他跳了。哎呦，这样好可惜哟、哦。哎，有什么可惜的？人生本来就有取有舍。他要成就文学，当然要放弃那些不必要的东西来干扰他了。
这个苏展元，跟他感情不错，毕业以后他常跟他联络，他也到我们家来过的。这个，对对对对，那不要打电话问看看，好啊，好不好？我们打电话。苏展元哟，对，好好好好。喂，不好意思哦，请问一下，苏展元先生在不在啊？你就是哦，你好你好你好，我是那个刘大伦哦，他楼上的邻居啦，哦，大家都叫我关太太，对，是，不是啊，不，你不要挂电话了，我不是诈骗集团呐，事情是这样子，我跟你讲一下哦，就是早上啊，大伦失踪了啦，那我们现在大家都很紧张啊，我们想问一下，说他有没有跟你联络啦？哦，好，谢谢。怎么样？联络上？他说大伦已经十几年没有跟他联络了。我帮你倒水好了，谢谢。刘贝贝、刘妈妈，不要急啦，大伦还应该还有其他的同学或者是朋友吧。不是有个叫陈硕的吗？你不是对不对？哎，对，陈硕跟他感情也不错。陈硕，陈硕，有没有？陈硕，这个，来，我打陈硕。对。喂，请问陈硕在吗？陈硕，陈硕。哦。好，谢谢。怎么样？怎么说？他说没有这个人，可能搬家了。一定是大伦回来。我来，是大伦吗？我来开门。你不急啊，刘薇薇真的不急。回来了，妈，回来了。干嘛？大伦啊，你跑去哪里呀？你爸爸妈妈急死了。我出去找工作啊。关奶奶说的对，我不出去看看这世界，我怎么写得出东西来呢？所以我就想啊，既然我要出去，我不如就去找一份工作啊。现在经济不景气，你又没工作经验，你找什么工作？什么工作我都愿意做。我看见那便利商店在征店员啊，我就去投了履历了。那怎么可以啊？你是大学中文系毕业的高材生啊，怎么能到便利商店里当小弟？哎呀，爸啊，这有什么不可以啊？我就觉得挺好的。你想嘛，我可以见识到各式各样不同的人，那我是不是就有各式各样用不完的题材在我的小说里啊？那些平凡事啊，根本就不值得放在你床座里。哎呀，爸，平凡未必平凡，能见到平凡中的不平凡，那才是隽永的。像我刚才搭错公车哦，我就跑去找公车司机，然后跟他聊了半天。他眼睛里面看到的很多事情啊，就很有意思啊。比如说有一回哦，他有一个乘客在车上忽然癫痫症发作，他很详细的跟我描述那整个过程，他跟其他乘客怎么样去帮助这一个病患。这，哎呀，爸，你不觉得这故事很好很感人吗？是不是？所以我就去报考了公车司机啊。胡闹嘛！我不准你去考什么公车司机哦。为什么？台北市开车太危险了。你一天到晚说外面危险，我刚也出去大半天了，我心里面只觉得舒坦，一点都不危险。等你发现危险的时候就来不及了。爸，为什么说来说去你好像就是很反对我出去找工作啊？我出去找工作不好吗？哎呀，你吃这个苦干什么呀？对面房子我已经租出去了，家里不缺少你这份钱。我又不是为了出去赚钱，我就为了出去观察人。我一面工作一面观察人，我所观察到的人全部都可以写到我小说里面。哎呦，大伦呐，你呀，不要听楼上啊那个官老太婆胡扯，什么出去转转吧才写得出来东西。你不是说过吗？这个创作啊，除了要靠创造力，还要靠想象力嘛。你要像罗琳吧，他就没有工作经验，他不是创造出来伟大的哈利波特吗？
罗林没当过什么便利商店的小弟，也没当过公车的司机，他还不是照样能写出来那么好的《卡林波特》？你为什么不行吗？你也可以啊！爸，爸，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再跟我提罗林了，因为我知道我自己永远也不可能变成罗林的。我连领救济金是什么滋味我都不知道，甚至啊，一个人平常上班的时候在干什么，下班了之后又在干什么，我也没有概念。不管了，我反正我要出去找工作了。哎，那你写的那一半小说就不写了？你出去工作哪有时间再写啊？你不是说过吗？有很多事情不一鼓作气，哎，他这逗点永久变不了句点吗？爸，我的作品永远不会出现句点的，他们早就已经是永无止境的三节号了，只是你们不知道嘛。你看，这个我只写了十页就停了，这个十五页，这个我只取完名字我就没有再继续下去了。其他这些、这些、这些，通通都是被退稿的嘛，爸。我真的写不出东西来了。大伦又怎么了？